嗨，我是戴戴的安娜，今天要来介绍暗黑破坏神四憎恨之躯，魂灵师目前最强的流派，国外大神研发了刺与流，打苦痛四嘟嘟能秒杀不下地，单片刺与伤害可以破罩的流派，我称这个流派为必定暴击压制刺与流。以下内容我都有用心实测怎么搭配，哪些数值要撑到多少，哪些数值比较好，以及必要装备与选配装备，还会仔细讲解整个流派是如何运作的哦。影片开始前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主魂灵选猎豹，副魂灵选巨星。基本技能随便点两点，刺与散射五，点强化走优势，活力旺盛三，平衡实力三，旋风点强化走谨慎，翱翔一，聚焦一，绝顶三，劫掠者一，点强化走谨慎，坚忍一，坚毅不饶三，护甲毛皮五，点强化走强固，反击一，点强化走强固，重袭一，点强化走适应，韧性三，支配三，驯灵之力三，威烈三，智怒之极三，坚决三，灵魂同调三，卓绝三，猎杀者一，点和谐走崇高，关键被动点集财，集中旋风跟翱翔技能可以看个人习惯还有装备点，如果有装乱流的话就建议刚刚介绍的这样点，如果没装乱流的话，我个人是习惯点翱翔不点旋风，多的三点点终极，毕竟我是玩法师出身的，翱翔跟法师的传送术一样，我个人用的比较顺手。首先必备装备，项链流放领主的护符，项链最重要的属性是最后一条的暗金效果，优先找压制暴击造成 60% 的，因为它独立成区，其他四条属性也都蛮重要的，如果硬要选的话会选核心技能等级。武器凯佩列克结账，武器最重要的属性是每消耗一点活力提高暴击伤害，尽量找看看 3% 的，因为它是惩罚计算，这个流派资源上限一定会超过240，像我现在这只才 2.4， 如果用资源上限240计算， 2.4% 跟 3% 的总共差 144%， 惩罚计算的暴击伤害。武器最没用的词条就是迅捷活力，剩下三条都蛮重要的。戒指午夜之阳，这个戒指的最后一条暴击时回复前两秒消耗的活力不一定越高越好，主要看其他装备还有数值怎么搭配，需要让你活力产生率暴击时可以回满活力即可。剩余传奇还有暗金，我依照重要度排名。一、戒指月亮高挂，这个传奇最强加 20% 攻速，基本技能 100% 乘独立神区伤害，还有 12% 跑速。二、建立之统御者手套，因为我们格挡率很高，它给的格挡率转化成暴击伤害也是乘法计算。三、禁制之霸主传奇，这个传奇可以弄在衣服或帽子上增加格挡率。四、艾伯瓦卡的和谐，这个帽子对于这个流派来说有一条废属性迅捷活力，但独特效果很强，最多可以加 90% 独立城区的伤害。五、提包特之智，加资源上限全属性生命无阻减伤无阻增伤，这个流派无阻常驻，加上我们需要资源上限到240的门槛，资源上限还可以增伤，但是无阻时回50点资源对我们没用，之后没有这个裤子资源上限也能到240就换掉。六、叶恩的祝福，如果资源产生在开了劫掠者之后无法回满活力，达成必定压制暴击的回缺，就需要这个鞋子，这个鞋子给的属性其实也不错，只是它的独特效果没这么强，但是到了大后期衣服可能会换神话暗金泰瑞尔之力，我都叫它天使衣，鞋子就可以换掉，帽子可以考虑换军帽，如果装备有做一些跟动，有多余的传奇位置可以使用决斗者跟恐慌做顶替。天风可以去暗黑合抄，网址我会放在留言置顶，我在暗黑盒上面放的是比较精简的点法，多余的点数看个人数值去调配，影片我就直接讲比较需要注意的重点。第二盘的灵魂加持要优先练高，因为可以增加资源上限，优先练高选装备比较灵活，我的练法是 70% 几率以上我就会先练灵魂加持，还有上面这两点资源加持可以看自己的资源产生，有需要就点，都点完后剩余的点数把第二盘的魔法节点点完，
因为第二盘有放灵魂加持，魔法节点效益比较高，剩余的点攻速、伤害、生命、护甲跟抗性看自己的数值点，注意不要超过上限就好。传奇尽量戒指不要选自带火抗跟电抗的，像我这颗就是带火抗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戒指，所以只好先顶着用。属性排名是攻速、生命、压制伤害、爆伤、易伤，淬炼选资源产生加压制伤害。衣服属性排名最大生命、护甲全抗、防御技能等级，淬炼选屏障加决心上限。手套属性排名赐予散射、生命、压制伤害、爆伤、易伤，淬炼选屏障产生加压制伤害。裤子如果不是暗金装属性，推荐生命、敏捷、基本技能，淬炼选屏障加决心上限。鞋子如果不是暗金属性，推荐生命、全元素抗性、移动速度，淬炼选屏障加移动速度。这个流派的运作要注意以下属性：活力要240以上，资源产生率要开启劫掠者，刚好可以暴击回满资源，这样才能完成无限压制暴击的运作。玩法则是按住赐予散射，其他技能有就开。因为这个流派有奇才节奏的减 CD， 加上攻速快，已经可以把所有技能增伤都维持起来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实际操作。时间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和开台通知哦。每月只要花一杯咖啡的钱，就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哦。欢迎追踪我的 IG、脸书还有 DC 群组，连结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。拜拜。